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二次门训诗唱的课程。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中间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圣灵。《使徒行传》中的圣灵，其实让我们认识到圣灵很多不同的层面，包括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圣灵在门徒生命中的工作。透过圣灵，教会跟个人生命都有一些很大的突破。第二，要提到耶稣的命令，特别是大使命。耶稣基督将大使命托付给教会，教会完成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有次序性的，我们也可以透过《使徒行传》中间来更多认识。第三，犹太人中间基督教会的建立跟外邦教会的建立。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看到五旬节教会的建立，以及在哥尼流之后外邦教会的建立。神透过不同教会的建立，包括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的建立，能够在这个当中带进教会真实的合一。第四，使徒行传的写作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路加清楚地说，他是为保罗的一个辩护书，因为他提到提阿非罗大人。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都可以看到路加在这个当中写作的一个目的。第五，在使徒行传中间有两个非常关键性重要人物，在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几乎都在提到彼得的服事，在使徒行传的后半部，保罗就成为重点人物。透过彼得跟保罗他们的分工，彼得在犹太人中间工作，保罗在外邦教会工作。透过保罗的工作，外邦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接下去呢，我们就开始介绍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的角色。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提到圣灵的恩膏跟圣灵的恩赐在服事上的重要性。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门徒们，他们其实是非常胆怯怯懦的。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门徒们其实非常害怕官府的捉拿。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交代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聚集祷告，直到圣灵降临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门徒在圣灵领受圣灵后，他们判若两人，他们满有圣灵的勇气跟高抹，他们用他乡的乡谈，他们出来传福音，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是主。透过在五旬节这样一个节期的聚集当中，向各行各色到耶路撒冷来参加这样一个圣会节日圣会的犹太人来宣讲福音。在当天，透过彼得的讲道，足足有3000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圣灵在这里的工作，我们很清楚看见，使得门徒他们判若两人，他们在圣灵里面拥有从神赐给他们的勇气跟信心，他们起来服事与神同行。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带领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首先第一个，我刚所提到的五旬节，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使得教会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新的建立，在犹太人中间一个教会成立起来。在哥尼流事件当中，我们更看得更清楚，当外邦人哥尼流他渴慕神，圣灵就差派启示哥尼流让他带差派使者去请彼得来。彼得在这个当中看见圣灵领导，彼得虽然不明白，但他仍然愿意降服在圣灵领导当中，以至于当彼得清楚地看见圣灵在这个当中浇灌在这一群听到的外邦人身上，彼得就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他说，如果连圣灵都接纳他们，神都接纳他们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施洗？原来在那个时候，圣灵的浇灌让在当场所有人他们就说起他乡的乡谈。这些明确的证据使得外邦人在这个当中，彼得看到圣灵对他们的收纳，所以彼得就为他们施洗。第三，圣灵保护幼嫩教会的成长。在教会刚刚建立的过程中间，其实有许多不同的乱象，其中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贝拉。因为当时有许多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田产卖了，然后他们来捐给教会。那亚拿尼亚撒贝拉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他们也盼望得到好名声，他们也这样行，只是他们私下留下一点钱放在自己身边。
他们同心要欺蒙神。在这个当中，彼得透过圣灵的启示，指出亚拿尼亚、撒贝拉他们同心欺哄上帝，以至于在这个当中，他们当时就死在众人的面前。这件事情其实让当时的教会非常的震惊，也并且让基督徒更加的谨慎小心。在初代教会刚刚建立起来这幼嫩的教会中间，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上帝的保守跟上帝格外的恩典。第四，圣灵的工作是使得我们生命改变，能够见证基督。最明显的例子是扫罗在大马色这个地方遇见了耶稣以后，其实扫罗看不见，被人牵着进大马色城，扫罗的心中七上八下，直到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眼前看不见那个鳞片掉落下来，亚拿尼亚让帮助扫罗领受圣灵之后，清楚地告诉扫罗神对他的拣选，神差派扫罗要他去到外邦教会当中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透过圣灵的膏抹，扫罗对他过去所认知的耶稣基督有一个全然翻转的认识跟改变。圣灵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见证基督，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是按着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吩咐。在第一章那边提到耶稣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权柄都在我的手上，他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他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看见在福音的管传当中跟教会的建造当中有一个次序性，在教会的发展的过程中间，我们就看见初代教会在建立的过程中间，在神的掌管跟神的掌权当中，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需要，因此这些使徒们他们就觉得应当把他们的精神用在祈祷跟传道为事，所以教会中持会的事工就交由选立七位执事，这七位执事圣灵充满，他们要好名声，蛮有智慧的。而当使徒们在这个当中，因为遭受逼迫，因为遭受灾害，被石头打死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到很大的逼迫。在耶路撒冷聚集的这些基督门徒，他们就四散往各个地方去。安提阿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就因此建立。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甚至连逼迫这件事都在神的掌权中间。当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处在一个安逸、安全并且建造的过程中间，神容许逼迫临到耶路撒冷教会，让门徒四散，让福音开始广传，神的手推动教会广传福音继续向前。其实神是期待教会来完成大使命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后来他的宣教事工，保罗的宣教策略就是他往外邦的各个地方去，他选择在交通大城，他选择在人文荟萃的地方，像雅典、哥林多等等，他在这当中去建立教会。他先进入会堂，他先宣讲福音，那些有兴趣的保罗就开始引导他们信主，并且在会堂当中建立基督教会，带领人归信耶稣基督。接着保罗就把当地的教会交给当地信主的基督徒，并且让城市这些基督徒他们开始负起向偏乡地区来传福音的责任。对保罗来讲，保罗的旅行步道都在关键城市建立教会，接着他期待他的教会能够代替他起来，来承接这样一个宣教传福音的使命。使徒行传中的教会，我们可以看见当外邦人开始加入教会了以后，本来进入教会犹太人的教会是在会堂当中，可能因为外邦人加入教会，导致他们没办法在会堂当中继续聚会，而外邦教会的加入也使得犹太教会当中产生一些新的议题。到底这些新加入外邦人，他们要接守犹太人的这些规条跟戒律，他们要不要遵守摩西律法，他们要不要受割礼？其实受割礼跟遵行摩西律法牵扯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是这些外邦人他要不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然后他们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透过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他们共同的决议不要将这样难担的重担放在外邦教会当中，只要他们禁绝祭拜偶像，只要他们不要有奸淫的行为，
叫他们不要吃类似的牲畜，不要吃带血的肉等等。那么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就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连结，彼此合一。这样的决定其实是使得基督的教会，不管是外邦也好，是犹太也好，大家有一个非常棒跟合一的连结，共同来兴旺福音。接下去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中间两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是彼得。在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彼得就是那个关键的人物。在新约当中，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你要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其实耶稣这样讲不是指彼得，而是指着彼得对耶稣基督的任性。因为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彼得清楚地告诉耶稣基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的建造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五旬节犹太教会的建立的时候，彼得宣讲福音，当天有3000人信主。接下去在哥林流外邦人中间的归信主也透过彼得。不但是如此，我觉得行动派的彼得也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跟随圣灵的引导。虽然彼得不一定非常了解圣灵的引导是什么，他看见布从天上降下，上面有许多的走兽，是不洁净的。彼得虽然讲说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吃，但是圣灵叫他去哥尼流家，彼得就顺服就去了。随从圣灵的引导，彼得突然发现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神都照样收纳。所以透过圣灵的膏抹，彼得就为那些外邦人他们受洗，然后加入教会。彼得在这个当中对神的谨慎跟跟随，对神在一个谦卑的这样一个领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接下去我们要谈《使徒行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保罗。保罗是一位使命必达要完成托付的人。最明显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这里的记载。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心中在想，来完成亚细亚教会的巡回，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他要到罗马地方去。保罗为什么要到罗马教会去呢？保罗心中所想的是，他想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当中，保罗无时无刻想的是要福音广传。另外一件事情，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的时候，事实上保罗会上告该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保罗是想要透过罗马政府宣告基督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不会再被犹太教在这个当中的逼迫跟挤压，失去那个生存的空间，以至于之后在宣扬福音的过程中间能够更加的自由，能够更加的自在。所以我发现保罗在这个当中无时无刻都在想一件事情，透过他的努力如何让福音能够更加的广传。保罗生命就是单单为耶稣。其实神在现在这个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这个时代的彼得，在寻找这个时代的保罗。每一个时代的彼得，他都很清楚任性耶稣基督，谦卑跟随。每一个时代的保罗都单单为耶稣，使命必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这个时代的保罗，你是这个时代神所寻找的彼得吗？愿神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心意所要成就的美事。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愿神祝福大家。欢迎来到赞美花园的节目，今天的主题是音乐剧诗歌的选粹。那我就来介绍2019年我第一次创作的音乐剧《达米昂与麻风病人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达米昂这个人？我是在准备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故事的时候，偶然看到达米昂自告奋勇去帮助麻风病人的故事。那时候看完觉得很感动，那因为在那个19世纪的时候，麻风病还是个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而且传染力又强。得了这种病的人，他们的肢体、五脏、神经系统都会受到摧毁，完全没有治愈的希望。因此大家对麻风病是非常的恐惧。为了避免染上这可怕的疾病，
他们就无情地隔离病患，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更认为是因他犯罪后的后果。那圣经的福音书也有描述这样的景象，他说当时众人赶麻风病人出去，这些麻风病人还必须高声喊叫，不洁净不洁净。律法还规定，一旦染上麻风病，必须隔离群居，住在营地外。所以耶稣来到的时候，麻风病人只能站着远远的向耶稣高声呼喊，请求耶稣来医治他们。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夏威那里对麻风病的恐惧和耶稣时代那时候的社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剧中的主角 Alan 就是不幸得麻风病的人，当他被送到了麻风岛来隔离的时候，以下呢就有一首歌，就是他被送走时所留下的心情，那带出了一首失去盼望之歌。身体疼痛没有人医治，孤单绝望没有人在乎，刚萌芽的梦想已经失去，幸福离我好远，毫无机会。我不再有名字，只是个罪人。他们说因我犯罪，所以承受这羞愧是我活该，人生只剩羞愧。我必须离开，再也不能回来，忘了过去也没未来，想都埋葬在活人的坟墓。我不再有名字，只是个罪人。他们说因我犯罪，所以承受这羞愧是我活只剩羞愧。我必须离开，再也不能回来，忘了过去也没未来，所有爱和理想都埋葬在活人的坟墓。在悲哀，只是羞愧囚犯，让我静静的死。而就在这个时候，达米昂站了出来，不管众人的反对，执意要去麻风岛。况且那里已经有很多他曾经牧养的小羊被送去了，所以他有感动要去。但是当旁人告诉他，你若去了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吗？你若去了就会感染麻风病，你知道吗？而且你是麻风病人吗？不是的话，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我记得他说了一句很感动的话，他说，当我决定要去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是麻风病人了。他去了那里，没有排斥他们，反而是学像耶稣一样动了慈心，还触摸他们的伤口，为他们上药，减轻他们的痛苦，还说了一句感人的名言，他把那些流脓流血的伤口当作是一朵朵美丽的花朵来照顾。以下就是他去服侍的心情。
来听听宣教士的独唱。打破这道羞愧的高墙，让黑暗的见亮光，相信黑暗终将会过去，黎明一定会到来。坐在湿地的人，有大光照着他们，你是心灵的安慰的宝足，你是大麻风结晶，主帮助我更愿向你，动慈心怜悯他们，把病人的流血伤口看作是美丽花朵，主帮助我更愿向你，动慈心接纳他们，把病人的流血伤口当作是美丽花朵，流脓伤口将堪慰时，美丽花朵来照顾。耶稣本来在天上，但他并没有一直待在免疫的天堂，而是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充满罪恶、肮脏和疾病的世上，为了就是要帮助世人。而达米安就好像耶稣一样，牺牲原本的舒适，来到麻风病人的身边，活出了一首美丽的诗篇。这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故事。今天的赞美花园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接着介绍达米安的故事与信息。大家再见。Hello， 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收看英文圣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37章，那我们就赶快来读吧。以赛亚书37章30到32节，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并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Isaiah 37:30-32. Then Isaiah said to Hezekiah, Here is the proof that what I said is true. This year you will eat only what grows up by itself, and next year you will eat what springs up from that. But in the third year you will plant crops and harvest them. You will tend vineyards and eat their fruit.And you who are left in Judah, who have escaped the ravages of the siege, will put roots down in your own soil and grow up and flourish. For a remnant of my people will spread out from Jerusalem, a group of survivors from Mount Zion. The passionate commitment of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will make this happen. Proof 就是证据。经文提到以赛亚对西西家说，Here is the proof. 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这个证据长什么样子呢？说到今年 ，This year， 今年你们要吃自生的。You will eat only what grows up by itself. 那明年呢 ？Next year，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You will eat what springs up from that. 那后年。The third year. 要耕种收割。You will plant crops and harvest them. 要摘植葡萄园。You will tend vineyards. 还有吃其中的果子。And eat their fruit. 神应许要拯救西西家脱离敌人亚述。他先赐下一个兆头，一个证据，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要坚固他百姓们的信心。今年呢，吃自己生出来的，明年吃自己长出来的，但是后年呢，就可以吃亲手耕种、收割的那些农作物哦。在第三十一节说，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是 take root below and bear fruit above。NIV 的版本比较接近和合本。那个 NLT 是说 Put roots down in your own soil and grow up and flourish， 在自己的土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要繁荣兴盛。接下来的单字是我们应该都会很喜欢的单字，叫做 flourish， 也就是兴旺繁茂的意思。对，这个字还蛮棒的哦，它可以用来描述，比如说植物长得很繁茂。Crops flourish in fertile soil. 农作物在肥沃的土壤里长得茂盛。那 flourish 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的事业或者是生意非常的成功。Taiwan semiconductor business is flourishing. 台湾半导体产业很兴盛。Flourish 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茁壮。The students flourish under the teacher.学生们在老师的教导下茁壮成长。那经文提到 You will put roots down in your own soil and grow up and flourish， 中文就是你们将在自己的土地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上生长，繁荣兴盛。最后一个单字是 survivor， 也就是幸存者、生还者。There was only one survivor in the accident. 这场意外中只有一位生还者。那经文提到 For a remnant of my people will spread out from Jerusalem, 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A group of survivors from Mount Zion, 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今天的经文呢，带给当时的百姓很大的希望。上帝是信实的神，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祝福大家都经历上帝的信实，神必看顾寻求他的人。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的经文。Isaiah 37:30-32 Then Isaiah said to Hezekiah, Here is the proof that what I said is true.This year you will eat only what grows up by itself, and next year you will eat what springs up from that. But in the third year you will plant crops and harvest them. You will tend vineyards and eat their fruit. And you who are left in Judah, who have escaped the ravages of the siege, will put roots down in your own soil and grow up and flourish. For a remnant of my people will spread out from Jerusalem.A group of survivors from Mount Zion. The passionate commitment of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will make this happen.